大家好，我是谭伟健，我介绍这本书叫《牛兄牛弟》。这本书就是由我执笔去写的。牛兄就在我隔离，他就是韦国雄 Frankie， 牛弟就是伍志聪 Eric。 今次这本书我们在牛年度出，所以是很啱时候的。其实写这本书的缘起，就这两位牛兄和牛弟，他们都在我们香港的饮食坛上面占有很重要地位的。因为无论你吃新鲜牛或者你吃冰鲜牛，都一定是吃过他们家族出品的产品的。我们写这本牛书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可以再去牛这样东西做一个最高的致敬，因为我们食用它嘛。但是呢，最重要的呢，是希望可以透过牛这个事业呢，去讲两兄弟之间的情谊。这个牛兄牛弟之间的情谊到底是什么呢？大家不妨买本书看看就知道了。